今天我们来到了 Regent Square 的 Kimchi， 这里是一间韩国餐厅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吃晚餐。我们一坐下就闻到香味了，等我们人到齐了，我们就开始吃了，我们都饿了。虽然我们早上和中午吃很多，但是经过了一轮冒险之后，现在又饿了，多么神奇啊！食物去了哪里？嗯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牛肉，这个是牛肉。嗯，试一下。听说这个是牛肉，看起来像牛肉，是不是真的牛肉？嗯，是。进去那个蒸笼里面。这个就是 kimchi 的 kimchi。嗯。哦，不错。啊。又软又烂。这个有鸡肉的。不错不错。对对对。白萝卜。我要买那个香菜。我第一次吃南瓜肉，南瓜的泡菜，蛮不错的。鸡肉石锅拌饭。我很想立刻把那个辣椒倒上去了。我们第一次哦，好的菜。是我，应该是。太多了，谢谢。有点辣，下饭。有点辣，我最喜欢有点辣。比我想象的辣。Hello。姐姐嘞？这个很辣，没有，没有，那边是他这么好吃的，他就很辣。哇！你有什么姐姐？海鲜，他比较。你又讲没听？他身上没听，跟他比较。哇，辣！差不多，你是。就是我们的辣椒仔就是比较辣。嗯，但是很好吃的，就是辣才爽。很辣啊！好，明白了。对，真的。炒辣炒年糕，我们今天就很想吃辣年糕。哇，软软的，哇，软软的，来。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多余的人吗？哦，我要把好软哦，好软的。嗯，哇，口感超好。吃咯，金鸡粥泡菜汤。就是这种。哇。有。前面有没有来？正前面的来。Kimchi stew with tun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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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 seafood pancake. Wow. You want? 吃了吗？哇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等不及了。吃了吗？快点，吃了。很热，很热，很热，很热。好吃吗？嗯，看我照片的包。谢谢。哇，那个我喜欢的土锅鸡冬粉。这个你怎么拿？慢慢来，拿了拿了。你拿了吗？谢谢。我发现要住在隔壁很好，因为东西都我们在这边。我喜欢这个。没有，谢谢。这个什么？鸡，人参鸡哦。呀，新鲜。哇哦，人参鸡。突然就觉得我好幸福，有你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都很幸福。我们好幸福哦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很多药材哦。人参。好。野蛮。Kimchi spring roll， 你可以放一放，然后你可以看它里面是什么。哇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Kimchi跟肉碎的春天。然后有一个是他的。很辣很辣，棒！哦，嗨，给我看一下，然后前面，OK OK， 嗨，哇，好热闹哦！我要这个留给你啊，这边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我们是特别的，盘是炸鸡，这个是有点甜，嗯，还有这个。好料的，还好我的嘴巴够大，不过有练过了。Seafood pancake， 给我嘴巴。
这个。哦，外面脆脆的了。哇，有菜有香，全部压在一起，超好吃。嗯，棒。哇，这个是我们的人参鸡汤，喝了身体就暖了。哇，很美哦。这就是烤的哦。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你热来也是好，我里面很美。我来听完它，这个人不这样。我记得哦，烤出来的汤一定要喝啊，不然这么酸哦。我吃出去，看我们老板娘专注的眼神，专注的眼神。韩国鸡汤卷，中间有紫菜的，还没有饱。哦。在这边上天呢，嗯，口感很好哦。这厨师很厉害啊，再多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吃啊！好吃，好吃。我们北半球已经停了，南半球还在。吃着，好了，这个就是石锅拌拌鸡肉的。那个蛋呢，就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它就慢慢熟了，就慢慢熟了，熟了。哇，听那个声音，多么爽啊！哇，各种颜色掺在一起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他会点掉。我帮你讲人家坏话的时候，我会 repeat 你听不听？放多一点辣椒就不会太干喽。在这里吧，好辣！哇，三文鱼盘，这个三文鱼呢，据我的经验，它至少有7kg。这个我不敢拍，好，这么标准。冷静冷静，哇哦！突然间超安静，我们在消化当中待着。饿又饿半死。那个汁就刚刚好，可以补那个三文鱼的肝。也不是这样讲，因为那个三文鱼如果是烤过，它会比较容易干，所以那个汁就刚刚好。哦，皮脆脆的，皮脆脆的。嗯，突然这么安静。What? 好吧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任务吧。你还有甜点。Hopefully。还有这里有甜点的吗？有。用手。好，炸鸡就是要用手。我最爱吃的就是鸡翅膀，所以我拿鸡翅膀鸡。嗯。哦，外面超脆，里面很嫩，而且很热。为什么？很香哎、欸！我们怎么说呢？因为一个是讲中文，一个讲英文，应该是不消极，是怀疑。Oh, this is so delicious. Outside is crunchy and inside is so tender, juicy. 有那个汁流出来哦，哇！好吧。像一模一样啊！好的。I make a comparison video. 他在假假的，他不会害羞的。对 ，Enjoy。Is that English？ 你看的是。不习惯啊。因为不是我抓相，肯定是不习惯的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、哦。哇，Snowman， 好像鸡蛋哦。骑士吧。中间是 peach， 是 peach 吧？哇，旁边是水果，这里是水果，它好像一个蛋。可以放。用。嗨。你动的头。嗨。这是甜奶。哇，好来。哦，中间的那个甜的是花生。那个装那个，真的哇，那个 Chinese New Year
这中间的是 peach， 你讲你讲你看黄牛子，我怕冰，我怕冰那个声音。哦，真的就是不懂，他这样子讲不懂，怕了。哈哈，是我期待中间的哟。谢谢。好，这一段将会很精彩哦。冰，如果咬那个冰皮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像吃一个东西啊，咬会有声音的吗？可以自己吃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个冰，那冰不是普通冰啊。你放糖了，焦糖，我一定要讲中文嘛，好吧？焦糖是 caramel， 但是会听有声音吗？但是 OK， 它是不是有一个？嗯，你不要再打死我，这个能力是什么？啊，有吗？有。OK， 我没有注意到。走了，要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See you。我回 KK 之前86，我回 KK 一个月，现在79。你讲错，讲姐呢？你有没有天天吃？嗯，就因为也是跑来跑去，也常常动来动去。